将一只只嘅蚂蚁放入个缸度养，睇佢哋挖地道，最后将凝固剂倒入挖空嘅地道。凝固之后，啲蚂蚁就变成一座好靓嘅艺术品。颜色鲜艳嘅热带鱼，用油性笔一笔一画喺佢哋身上写上代表吉利嘅字，亦成为好多人嘅幸运宠物。仲有呢啲喺便利店买到嘅海星，同扭蛋机抽到叫做魔法鱼嘅虾仔，全部都系时兴嘅宠物。不过商人咁样包装啲宠物嚟吸引顾客，系咪当咗宠物系冇生命嘅玩具呢？这种寄居蟹半年前在香港成为新兴宠物，它们主要的食粮是生果、啫喱和面包，在个缸里面放两碟水和铺沙在缸底就可以养。十几年前美国已经开始流行人工繁殖寄居蟹来做宠物，它和海边见到的寄居蟹不同，只是在陆上生活。还有就是人可以在蟹的壳上面用颜料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在香港专营售卖六栖寄居蟹的铺头老板 Alex 说，涂鸦后的寄居蟹壳很受欢迎。因为通常有些譬如想送礼物啊，就会譬如在壳上面写埋对方的名字啊，一套可能两三只送给他想送给的人。我们圣诞节有些雪的景，有些圣诞树，有那个树人屋，还有些六车那些水盆。啲彩绘壳除了买现成制作好的之外，亦可以自家制作，靓就好靓啦。不过寄居蟹始终是生物，啲颜料是咩成分，又会不会伤害到只蟹呢？因为其实它有两针嘅，即系有一个要画啦，一个要喷啦。喷嗰个咧，通常就会用溶染衫嗰啲颜料，一啲冇毒对人体冇害嗰啲颜料啦。跟住就會落嗰啲瀝架，咁另外再喺上面嗰啲就會係塑膠菜啦。呢一隻基本上佢上咗色之後就會好硬，同埋唔會甩。因為其實寄居蟹本身咧，佢冇殼嘅，你可以當佢一個殼係件衫咯，只不過喺佢個衫上面加層顏料，令到佢嗰、那個譬如嗰、那個你可以叫佢譬如可愛啲啦。全部都冇毒㗎，唔係喺個生物上面加 color， 係喺佢個衫上面加 color 咯。六栖寄居蟹係新興嘅寵物，店員推銷嘅時候都標榜佢哋長命、佔用空間少、價錢平、好玩，仲有易打理。咁啊，一般照顧都好大隻啊，咁啊，好似佢食嘅嘢可能係啲蘋果啊、蘿蔔啊，或者係提子啊，一啲冇油冇味精嘅嘢咯。咁啊，基本上都好易打理。使唔使我帶個小朋友落嚟，你教下佢先至？仔好簡單嘅啫，我哋有啲方啊，啲自己想知嗰啲你可以睇。其實冇乜嘢要打理嘅。周太四个月前使咗千几蚊买咗四隻游咗壳嘅六栖寄居蟹翻嚟养，而家就死剩两隻。壳咪净系话俾我听好易养咯，好易养嘅啫。啲细路仔买翻去唔多理佢就已经可以搞掂晒噶啦，咁样啊，跟住又话即系每日你要俾水佢啦。卖俾我嗰两个人啊，即系可以话俾你听，99% 就知道佢系唔专业，佢想 call 成单生意嘅。即係比較商業咯。佢之後上網睇資料，先知應該點樣養佢哋。好似鋪喺缸底嘅沙，高度就要冚過只蟹，先至可以俾佢哋脱皮。如果唔係，就會死。呢啲資料店員都冇講過，而且佢哋仲發現咗啲塗鴉殼有問題。上網睇多睇，咦？原來啲殼真係有個危險性嘅喎。咁啊，跟住二話不說咁樣啊，執曬啲殼掉曬落水度。哇！原來會甩嘅。原先買翻嚟咧，啲條紋好靚噶。咁跟住咧，落水之後你捽一捽，哇，都已經咁樣樣啦喎。咁其實即係一定會係有某程度上嘅即係物質喺度啦。咁啊，溶解方面究竟點溶解咧？其實佢平時都會掂開水嘅。咁呢啲水又會唔會溶解到佢咧？咁啲水佢要飲嘅喎，佢可能係沖涼嘅喎。係咪？佢開頭仲同我宣傳，你可以自己畫噶，咁啊只要買一個殼仔翻去，再攞啲顏料自己畫咧，咁你擁有嗰個款啦。
變咗喺個推銷手法嚟講啦，即係會變咗誤導曬啲人、就是，就係誒得啦，你攞嚟玩啦，好多嘢玩嘅呢個嘢。要自己製作彩繪寄居蟹殼，除了用油性顏料或圖案之外，最重要是在最外層油上俗稱光油的模型油，讓它望落靚啲。記者委託了浸會大學生物系實驗室做了個實驗，根據寄居蟹店主提供的方法，用他們的顏料在一隻寄居蟹殼上油上圖案和光油，又將另一隻沒有加工的寄居蟹放在同一個環境度養。最後貼上標籤，一個星期之後，我們發現游咗殼的那隻出現食慾不振。你看到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們這裡有兩個食物是啫喱狀的食物，沒有油上顏料這隻寄居蟹，我們可以很明顯到它所消耗的食物是多很多的。長遠來說，如果它一直都是食慾不振的話，會影響它的生長率啦。如果它是在發育階段的話，它糧食不足可以令到這些動物發育不良，甚至是長遠來說可能會令到它死亡都不定。在理工大學任教的楊志雄專門研究化學物質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性，他說光油會危害寄居蟹的生命。光油或者模型油，他們就要用天拿水或者是一個重節水來溝氣。如果天拿水或者重節水殘餘了在那裡的話，那些寄居蟹就有可能身體會吸收了這些重節水或者天拿水，這些有機溶劑對大部分的生物來說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，可能會被它所吸收了身體裡面，而對它造成一定的不同的傷害。舉例，我們都知道這些溶劑是會對中樞神經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的。寄居蟹，你說寄居蟹這麼低等的生物不會好像人那麼嗨，但它都會有神經系統的，可能都會損害到的。香港人养宠物好跟潮流，养寄居蟹是少数人的新兴玩意。相比之下，香港养狗的人就多好多，宠物店亦不断推出好多新服务吸引宠物主人。好像这些宠物美容服务就逐渐成为一股新潮流。电发、薄发、狗仔紋身，在狗毛上面扣環，樣樣美容服務都想將狗仔打扮得最吸引人注目。在台灣，甚至有人將狗仔染成熊貓咁嘅樣，仲拍成片段放上網俾人睇。呢股潮流最近仲傳到香港。呢班狗主每個星期六日都會帶埋自己嘅狗仔約埋一齊去户外玩。在这班狗主里面，有一半都曾经帮狗仔染过毛。梁小姐就帮她养了年纪的狗仔珊珊前后染了两次毛。她说一向都当自己是狗仔的妈妈，所以都会花尽心思帮她扮靓，平均每个月用在宠物美容都要差不多10,000元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是她妈妈，这个我们大家都 understand 的了。 她知道的，是啊，是啊，我很锡她咯，是啊，她都很听我话，很黐我的。梁小姐說珊珊很貪靚，平時出街都要自己揀衫穿。其實我自己就喜歡很繽紛的效果的，我自己的人都很貪新鮮，因為我女兒又跟我一樣很貪靚的，很喜歡穿新衫襪，很喜歡扮到自己很漂亮。她知道的，她真的覺得自己漂亮的。染完眉之後，她覺得珊珊都很開心。她第一次染完條眉回來，我都怕她會不認得自己條眉。她第一次很得意的反應是咦，望下自己條尾，問下，
哦喐下，哦哦哦呢條係尾嚟嘅，係我自己嗰條嚟嘅，咁就接受咗噶啦。如果佢覺得自己唔靚嘅時候咧，佢會縮啦，會唔肯見人啦，會比較謝啲啦。佢會覺得自己好似著咗件靚衫嗰種效果咯，係啊。我又唔覺得佢即係我唔識形容俾你聽。同平時佢著咗件靚衫個個分別有咩唔同？可能對佢嚟講差不多咯。總之佢覺得自己靚咯，即係等於你自己染咗個頭，你覺得自己染得靚嘅，你會點啊？你都會即係 confidence 啲啊咁樣樣，係啊會出去見人嘅時候個頭都高啲啊嗰啲咁樣咯，類似。覺得起碼佢好襟玩喎，基本上佢唔會甩色乜滯嘅，佢係生出嚟你剪走佢嘅啫嘛，係啊。咁我又唔覺得係有咩問題咯。另一位狗主林先生就将狗仔的四只脚染得好像穿了一条裤子，他说染完之后效果很漂亮，又觉得很好玩。狗仔如果穿了衣服看下去是挺漂亮的，很开心的会。但是夏天因为热的关系不适宜穿衣服，就变了又想特别一点，即管试试跟他染色玩一下。其实要帮一只狗仔染毛工序非常之多，首先要用保鲜纸包住不想染到的地方，然后用水彩笔将颜料慢慢搽上毛上面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狗仔通常都会不听话，喐来喐去的。嬲啊！上晒色之后，仲要令啲颜色深入毛发，所以要有专人扶住佢半个钟头，唔俾佢坐低整甩啲颜色。之后还要冲凉，吹干啲毛。大功告成，整个过程至少要四个钟头，人同狗都要好有耐性。染发属于高消费的宠物美容服务，染一次毛至少要千几蚊。不过近年就越来越受狗主欢迎。十个人大概有五六个咯，应该都可以有。系啊，你要一定要同佢讲。或者一定有啲 demo 俾佢睇咯，係啊，都多㗎，係啊，係一兩年先多，因為有時啲黑色嘅狗咧，佢甩到已經啞曬色㗎啦。但如果你吸翻啲正常自然黑色落去咧，只狗成隻後生曬望落去，成個返老還童咁。得閒只狗可以變咗黑色，得閒只狗啊可以試下唔同嘅顏色，或者佢哋中意嘅，可能紫武裝啊咁樣啊。我個媽咪又著個紫色衫啊，個仔又可能著染紫色耳仔啊咁樣嘅，關係會好啲咯，係啊。即大家打扮可能差不多。薛小姐做了十年宠物美容师，她说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染发剂有什么成分，只是知道这些颜料是来自日本，是专门给狗用的，所以即使是化学物质都不会有危险。其实没问题的，是的，即你这样染又没什么特别，只不过外观上或者是你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。有些人可能走到出街，你染得佢太過 colourful， 或者染得佢太過犀利嘅人，你會覺得你弱速。哇！你做乜整只狗咁啊？你唔染到你自己個頭咁樣，即係佢哋會咁樣諗咯。咁樣除咗狗之外，咩寵物都染？都會嘅，因為我試過染兔仔，係啦，兔仔都可以。呢一間寵物美容學校十幾年前已經有教學生幫狗仔染毛，算係呢一行嘅始祖。他们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人的染发用品去染狗仔的毛，所以经常要留心颜料上色的时间会不会过长伤到他们。校长就说用人的染料是因为价钱便宜很多。好像这支这样一支东西就成了成百元的，那么染膏起码都成二三百元一支的，那么都即是他很多普通的市民或者外圈人士比得 afford 得到的。人的染我觉得都挺好的，可以主要就是经济一点，同埋佢揀嘅色水咧又多啲添，即係佢種色水，即係狗嗰啲咧個色水限制咧就有限制咗，即係唔會不離嗰十個八個嘅啫。即係人嗰啲咧，起碼有成過百種都有嘅，即係咁樣樣。咁啊，你狗方面咧都係幾廿種嘅啫，二三廿種嘅啫。電台節目主持阮小儀做咗幾年關於寵物嘅節目，識咗唔少狗主貓主。佢有個朋友隻貓就因為染毛而受傷。咁嗰只貓係波斯貓嚟嘅，咁佢我唔知幾多歲嘅時候佢就接咗個 job 啦，咁個 job 咧就係需要佢成身染曬顏色嘅，就影一啲硬照。咁但係可能嗰次咧就同佢上色嗰個師傅咧就上得唔好，就滴咗一啲染顏色嘅就落咗佢隻眼度。咁貓係唔識得話俾我哋人聽佢好痛嘅，
其實佢係可能係痛到係講緊粗口鬧緊我哋。而嗰一次呢個工作之後咧，嗰只貓係成隻眼球係唔要得，係要做咗個手術，係掹咗佢隻眼。咁所以佢之後佢嘅下半生咧係獨眼龍嚟嘅，咁係得翻一隻眼咯。提倡主人尊重寵物權益，關心佢哋嘅痛楚，一向都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嘅宗旨。他們發現近年多了主人幫狗仔染毛，但協會覺得這些根本不是寵物美容。本身這個服務的名字是有一點誤導性，寵物美容在我們人，尤其是我們女仔心目中，就是覺得要將自己扮得很漂亮，很多東西去裝飾我們自己，包括要化妝、電頭髮、整好手甲、戴耳環，這個叫美容，在人的世界裡面。但其實最傳統，尤其是在獸醫界別或者我們動物福利界別的寵物美容，只不過就是說，如果我是一個主人，我不懂得幫狗仔洗澡，令到它不洗澡就會有皮膚病，這個就是不好的。所以我帶去寵物美容的地方幫它洗好一個澡，甚至是天氣熱了剪乾淨毛，讓它涼爽一點，不會中暑。這一種寵物美容其實是最基本的那種，是令到狗仔舒服的。他們的寵物診所都接收過因為染髮而引致敏感的個案，還即時將狗仔染了的毛剪了去，防止惡化。有皮膚敏感，甚至令到啲毛髮乾旱啊、脫落啊咁，咁呢一樣嘢其實對佢哋根本冇意思嘅。不過點解貓貓狗狗好似人咁染毛髮會有問題呢？有獸醫就話貓狗嘅毛髮同人嘅髮質好唔同，逼佢哋染髮染料好容易會傷到寵物嘅毛囊。貓狗的毛囊和人的就很不同的，其實頭髮呢就基本上人呢就可能有一個毛囊、有一條頭髮的啫，不過貓狗呢就可能有七八九條的，所以呢就變了它們的頭髮的質地不同，所以用那些產品其實效果會很不同的，還有那些下產品都其實都沒有說有任何科學根據說是安全，那些頭髮就是毛、是有很多亂很多，人那麼粗的頭髮都會變傷，它保證變傷。他又說人用的染髮劑有阿摩尼亞，有很強的酸性，用來幫寵物染毛就更加危險。我認為人染髮劑可以特別辣，我一定認為是危險的東西的、如果人的可以引致他皮膚過敏、可以引致發炎、潰瘍，這樣就可以帶來要看醫生，甚至是抗生素那類的東西，這樣就寵物都如果真的皮膚損了，它可能會自己搲惡性循環，可能一個小小事件很大件事。不過呢就好在香港人真的愛動物，我認為沒需要這樣做。其實很多人我見有這樣做呢，做完永遠都不會再做的，其實就因為其實做完之後的寵物都不是特別漂亮的，就其實天天已經漂亮很多。